Hello， 我是小白，我是从香港来台湾旅行的。我是处女座，今年24岁，兴趣是逛街、潜水，还有玩那些挑战啊什么的。今次来台湾也打算玩那个滑翔伞。网店很早期我就在做网店了，这份工作蛮自由的，想去旅行就旅行。我每个月都会来台湾一次，因为我很多朋友在台湾这边。